谢谢。完了完了，又来了。你最近是怎么了？我没怎么。这是什么呀？我今夜打算去城楼取龙角，想要你取一些心头血给我。你今夜就去取龙角？你不怕素影设下天罗地网，就等着瓮中捉你啊？我也去探过了，确实有一只吞金兽埋藏在龙角镇。我现在也赚够足够多的金子，足以引开吞金兽，为我争取破阵的时间。原来他之前借钱。杨辉，借我3000金，我也要使。是为了取龙角？你花的是我的运气。他努力赚钱也是为了取龙角，没想到他这段时间一直都在暗自筹备谋划，而我却沉浸在自己奇奇怪怪的感情当中无法自拔。素影如此明目张胆，必有后招。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，我陪你一起去吧。不必了，正如你所言，素影定有后招，龙角只是其次，他想要的一直都是护心林，只要你不在，我就不会有危险。他现在想从你身上取走护心林，可谓是易如反掌。你言之有理，自己去吧。哎，你自己小心点。你也要小心。谢谢。真好，这爱情来得突如其来，但幸好我理智，没有被爱情